遥岑楼上抚晴川，万里登临决赛边，碣石东浮三将色，秀峰西河点苍烟。这是诗人眼中的安宁，一座温泉与诗意浸润的小城。千年岁月，雄镇耀冲孕育盐池秧长，十万大山丝路珠窜，连接万里家邦。它是古人走向世界的通道，更是今人的点燃金方，唐川宝地。安宁，滇中高原上的小城，距昆明仅32千米。2000多年来，它一直扼守着以西古道，成为中原王朝通往滇西的咽喉之地。地理的便捷，资源的丰富，让这片土地自古便有了"连燃金方，唐川宝地"的雅号。安宁的诞生源于汉帝国历史上那次著名的地理大开拓。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刘彻的使者从长安出发，抵达滇池之畔，为滇人首领带来了朝廷册封的滇王之印。自此，滇池流域纳入西汉的版图。武帝在滇池以西这片连接西南各部的土地上设立了连燃县。连燃这个名字由汉至唐一直沿用了700多年后才改为安宁。连燃设县让汉帝国终于掌握了通往西南的战略要地。这个布局的实现使得一个伟大的梦想成为可能。公元前122年，张骞带回一个重要情报，汉帝国的西南可通西域。这条信息对急于遏制匈奴的汉帝国尤为重要。于是武帝下令派遣多路使者寻找这条地理大通道的位置。相传当使者来到滇池以西，进入眼前这座两山对峙、一道独行的山口，听山中凤鸣，惊呼必击必击。若干年后，这座雄踞连燃、临眺昆明的天然屏障，成为汉帝国从西南方向打开通道、连接世界的第一座关隘——必击关。必击关它是省城昆明除西边，就是这个西边的这个驿道了。大体的走向就我们现在的三陵国道这个走向的第一个关隘。不同那个地方通过，从西北边要绕到几十公里，从东南边要绕到几十公里。因此它是古代战争当中夺取这个云南的省会最后一道屏障。而当连接西域成为汉武帝的国策，从安宁修筑驿道以通世界便上升为国家意志。于是几乎在汉帝国开拓河西走廊的同时，朝廷将大量移民迁入滇西，从碧鸡关起步，在大山中开始修筑一条重要的西南丝路——以西古道。中原王朝开拓以西古道的良苦用心，历经两朝的努力，
直到178年后的东汉王朝，才终于修通了这条由连然、六甭、通蒲池、安业余、卷塘、滇越而入敦仁乙的战略大通道，将东亚与中南半岛正式连接在一起。公元94年至公元97年，今缅甸境内的敦仁乙和善国先后经此遣使洛阳。此后的近2000年中，乙西古道逐渐成为连接中缅等国的贸易大通道，而处于枢纽地位的安宁更是商贸不绝，百业亨通。就这样，繁忙的商队来来往往，在这狭窄的山路上留下光亮的石痕，深深的车辙与马帮践踏形成的深沟，见证着乙西古道穿越千年的辉煌。如今的安宁，乙西古道早已走入历史，沉寂在青山漫草间，而更为宏大的交通网络正在这片西南咽喉之地舒展开来。在这里，320国道直通缅甸，昆安、安楚、安晋等六条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成昆、昆广复线、昆玉等铁路穿境而过，拥有读书铺、大桃花两大铁路货运枢纽，凭借接近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优势，形成铁路、高速公路、航空三位一体的交通格局，全新的西南丝路正逐渐形成。安宁诞生于汉帝国的伟大梦想，丝路与商贸的通达，让安宁自此成为连接中原与滇西诸窜、南亚诸邦的重要门户。而这座城市更随着一种重要矿产物资的兴起，经由乙西古道的运输，在2000余年的发展中，支撑着国家经济与军事命脉，连通着中国与世界。螳螂川缓缓流经安宁城，永安桥安卧江面，翠色浸染的江水，横跨天堑的古桥，都见证了这座城市千年盐都的辉煌。古往今来，螳螂川上不知来往过多少送柴煮盐、运盐出滇的江船，又有多少西南部族跨过江上的永安桥，将一批批安宁盐运往滇西诸窜。在安宁，关于盐的发现一直都有阿宁牧牛市井的传说。相传唐朝时，牧人阿宁赶牛经过连然，牛群纷纷低头舔地，于是好奇的阿宁掘地为井，发现盐卤。传说来自生活，而安宁盐业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却远比传说久远。公元前109年，西汉设连然县，随后设盐官管理连然盐业生产。当时的安宁盐业规模已十分庞大，销售地域涵盖了贵州、云南和四川的部分地区。《华阳国志》记载，连然县有盐泉，南中供养之。到了唐朝，安宁已发展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食盐基地。唐天宝年间的《南诏德化碑》便记录下当时的繁华。且安宁雄镇，诸窜要冲，山对壁积，波环碣石，盐池央涨，痢疾臧欢。不仅如此，
随着以西古道的商贸往来，以安宁盐为首的滇盐更成为西南丝绸之路上最为畅销的大宗商品。到了明朝中叶，缅甸大部分地区的食盐买卖已为滇盐所垄断。民国时期，安宁盐业遭遇一系列天灾，最终1955年政府决定封井，停止制盐工作。但安宁人与盐的关系却远远没有结束。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安宁盐得到了新的生机，一个巨大的盐矿被发现。我们脚下的这个盐矿船了吗？初步探明呢，有136亿吨，属于南销半身型矿船，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当前30万吨加80万吨，全年130万吨产能的这种生产的话，大概可以采1000多年。眼前这粼粼的波光，湖蓝的色彩，就是刚刚从400米深的地下抽出的卤水。万杰晶说，这就是10000年前海水的颜色。一直以来，安宁盐矿以高纯度闻名，平均含盐量高达59.52%。凭着巨大而优质的矿藏，安宁人希望未来能让北京、上海甚至东南亚的人们品尝到来自10000年前的绝美味道，更寄望着这座城市从千年盐都的前世与今生走向更加绚丽绽放的未来。距安宁城西北大约10000米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滇中古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溪寺。曹溪寺始建于宋大理国时期，在800余年的历史中曾多次为兵患所毁。公元1533年，曹溪寺重修，一位落难安宁的游子写下重修曹溪寺记，才将有关曹溪寺的历史得以留存。而首句“连然金方，唐川宝地”，更作为安宁的雅号由此传世。这篇祭文的作者就是杨慎。公元1524年，36岁的状元才子杨慎因触怒嘉靖皇帝被贬往云南。贬戍途中，杨慎感于报国无望，悲愤之余写下一首千古绝唱：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并不知道，此行一去，他竟再也没有回到京城，地处边陲的安宁将成为他人生的归宿。这座边疆小城素以温泉闻名，安宁温泉相传发现于东汉，但元代起方为正史所载。初到云南的杨慎一度失望于朝局，一蹶不振，未成想解开他心结的却是安宁的一池热泉。螳螂川流淌在龙山和凤山间，温泉的热气浸润了翠色，孕育了生机。杨慎撰文认为，此泉不止沐浴身心，而且泉清水澈，宜烹饪，明茶可饮，并列举出7大优点，
将其推为天下第一汤。如此一来，本是盐马古道上贩夫走卒才会光顾的安宁温泉，从此名声大噪。来这里泡汤寻趣、品茗论道的文人雅士不胜枚举。螳螂川畔的姚岑楼，当年便是安宁人为杨慎著书讲学而建造的。杨慎玉颠三十余年，后学之士纷至沓来，形成了云南第一个少数民族学派杨门七子。杨慎语：“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世。”失意于庙堂，得意于滇中。杨慎的后半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安宁度过的。这里的山水、风情、人物治愈了他的身心，陶冶了他的心境，而他也为这方水土留下了崇尚文学与文化交融的性格。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便是现在复建的姚岑楼。在这里还时常能看到崇尚经典的少年诵读经史子集，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广博大。在安宁八街，曾为官学的文庙也常常有家长送孩子学国学，修习古琴茶道，陶冶身心。近五百年前，杨慎治学于此，将毕生的智慧与抱负倾注在这片唐川宝地，更为此间注入了重文好义的文脉基因和心系天下的气度与情怀。85岁的陈家祥一直有个习惯，只要得空就会回到位于安宁八街的老宅去看看。这里有他对父亲全部的记忆。我父亲陈忠书，他出生是在宝格这个月照团。陈忠书少小从军，曾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当时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早已声名远播，作为中国革命的熔炉，培养出朱德、叶剑英等一大批爱国将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40000云南子弟整装出省，开赴抗日前线。46岁的少将旅长陈忠书率部出征。当年只有5岁的陈家祥，至今都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因为我父亲出发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去了。而且我父亲带着部队朝前走，一直就没有回头。那一天是1937年9月5日，陈家祥从未想到，那竟是自己与父亲的最后一面。1938年4月，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进入焦灼阶段。此前吃了大亏的日军集结主力，开始疯狂反扑。4月24日下午17时，当日军再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冲锋时，弹药不足的陈忠书率部冲出战壕，与日军肉搏。陈忠书接连刺倒10余名日本兵，他振臂呼喊，
激励将士。这时，一发子弹击穿陈忠书左眼，透脑而出，陈忠书当即昏厥，被参谋救出阵地，危在旦夕。而千里之外的陈家祥做了一个梦。我父亲不在的两天，我做梦的时候梦见他回来，然后梦见他回来，他穿着那个灰色的大衣，头上的话呢绷着也绷着。几天之后，陈家祥一家接到了陈忠书以身殉国的噩耗。父亲的同袍带回了他的遗嘱，这是现由云南省档案馆保存的陈忠书战地遗嘱。于从戎萨余年，志在保国为民，往昔曾经大小百余战，而有意义达其使命者甚少，此次倭寇狼猖，国势危殆，莫过于斯。现志虽未尽，中途离危，牺牲亦无遗恨。台儿庄一役，陈忠书马革裹尸，极大地激励了滇军将士。一同出滇的40000云南子弟，过半数殉国。但日军精锐始终被中国军队死死堵住，迫使日军主力被迫西移，为全面抗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一战，滇军视死如归的气概更振奋了国人的抗日斗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业已成人的陈家祥也追随着父亲的心愿，投入到国家百废待兴的建设中。无论他身处何地，父亲的战地嘱托他从未忘记。2014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作为台儿庄一役殉国的滇军将领，陈忠书就位列其中。这是位于安宁八街的关圣宫，在安宁人最敬重的关老爷旁，是陈忠书等抗日英雄的忠烈祠。青山埋忠骨，马革葬他乡。陈忠书等人用身死国存的勇气与无畏，书写着他们对于乡土的热爱。8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这份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气度却长存安宁人心中，注入安宁的血脉里。天下安定，本固邦宁。这是云南映像的演出现场，天天上演，场场爆满。大部分来到云南的游客都希望有机会一睹充满原始力量的民族艺术的魅力。作为云南原生态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实景演出，云南映像中许多精华的音乐舞蹈都脱胎于一个叫做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学校，而创办这所学校令几乎绝迹的民族艺术得以保存的，是一位眼神清澈的老人。刘晓金是当时云南电视台的导演，他跟拍了田丰创办传习馆的整个历程。1985年，田丰来到云南采风，
作为中央乐团的一级作曲家，他希望在云南深山里找到他的新作品《屈原》的灵感。哎，云贵高原，这个古代人类文化发源、迁徙和交流的重要地带，还完整地保存着人类文明的原始文化。田丰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艺术宝库，他在这里找到了音乐的源和根。然而，云南民族艺术快速流失的现实加深了田丰的忧虑。几经调研，他最终选择在民族文化保护基础较好的安宁，创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这时候，他就让田丰老师内心都特别难受。他忽然想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的文化，它流失的速度太快了，尤其是随着这个老人一走，没有传下来，人亡一绝。在安宁的文化传习馆中，来自云南七个民族、多个支系的老艺人及年轻学员被聚集在这个文化乌托邦里，燃起保护民族艺术的火种。然后他说：“那小杨，你做我们的这个副馆长，我做馆长。”我说：“好啊。”田丰将老艺人和学员请来，不但不要各民族学员付学费，还每个月发放给老艺人及学员补贴。老艺人言传身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歌舞，希望以此保存弥足珍贵的民族艺术。田丰老师他的办馆原则就是求真进变，传统永存。我们重点要抢救保存的、传承的主要的内容是原来的民族文化。然而，在守护传统文化的道路上，传习馆困难重重。1997年，安宁市政府为解决传习馆的办学难题，免费提供了位于太平乡侧额的房屋，一辆可以用来下乡采访的小货车，以及只要付极低租金租赁的3800亩山地。这一些动态的活着的传统文化不进行保存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对下一代人犯罪。田丰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努力：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是一所最贫穷也是一所最富裕的学校，是一所最守旧也是一所最创新的学校，是一所最平凡也是一所最伟大的学校。2001年，由于劳累过度，田丰因肺癌逝世。弥留之际，这位心系彩云之南的老人依然惦记着他的传习馆与民族艺术的保护。在安宁，传习馆的师生们常常会思念田丰，盼望着与他一起继续传承古老的音乐与舞蹈。此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让所有希望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人们欣慰不已。在田丰等一大批影视知识的倡导下，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并制定国家、省、市、县共四级保护体系。随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非遗传承人制度，保护及传承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10个类别。到目前为止，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372项，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068人。作为先行者，田丰保存传统文化的梦想正在从国家层面全面实现。短短7年，田丰与他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在安宁保存了大量的民族艺术瑰宝。至今，在云南映像这场民族文化的盛宴中，观众还能亲眼看到田丰拯救保存下来的海菜腔和绿春鼓舞。这铿锵振奋的旋律不仅传唱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更代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了世界。2017年10月的一天，老樊比平日早了好几个小时来到单位。这是他在老厂区炼钢炉钳工岗位的最后一天。今天与老樊搭档的是他的徒弟，师徒俩共事已经超过10年。这是昆钢推进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实现人员分流安置中值得纪念的一幕。昆钢对老樊和许许多多的安宁人来说，在感情上是相当复杂的。昆钢的前身是诞生于1939年的云南钢铁厂和中国电力制钢厂，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为支援国家、抵御外侮，做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昆钢成为云南最大的钢铁联合生产基地，极大地支持了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推进了现代化进程。安宁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曾让昆钢的发展一日千里，成为安宁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仅昆钢一家的纳税额，就曾占到安宁全年收入的70%以上。但是，从2008年开始，全国钢铁行业持续波动下滑，昆钢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这一年，在国家启动供给侧改革思路的指引下，昆钢也开始了它的转型升级之路。2016年，昆钢开始对公司的资产、业务和人员进行内部整合。根据安宁打造滇中产业高地、现代花园城市的目标，昆钢开始逐步关闭、淘汰安宁本部的全部钢铁产能，将钢厂搬迁到新建的草铺新区。除了钢铁产业，石化、盐化、磷化等支柱产业也纷纷通过转型升级，将厂区搬迁到草铺新区，进行集约化发展，践行企业对整个安宁的绿色责任。其中，盐化产业更将生态无污染作为安宁盐的重要标准。通过打造从地壳到餐桌的全封闭生产方式，为每一粒食盐构筑起绿色的屏障。安宁盐矿也率先在全国获得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标志。在草铺新区林立的钢铁丛林中，安宁市环境保护局就坐落其中。零距离的工作机制让他们可以第一时间监控监察工业排放，确保环境第一，生态与效益并重。现在，
这座承担整个昆明地区近1/5工业总产值的城市，全年空气质量优秀率却达99.2%。安宁的天空几乎天天是蓝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蓝天碧水，森林田园，人们用对自然的敬畏心为这方水土赢得了这些可贵的奢侈品，让安宁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外部职能优化的同时，安宁也在大力改善内在环境，希望给市民更美好、更有安全感的生活。这是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老杨最平常不过的一天，今天是他担任所长的第199天，也是安宁最美公厕诞生的第199天。在安宁，车一定要让人的，礼让行人已经成为机动车的习惯与自觉。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许小到打开手机看到空气质量优的放心，小到可以随时找到一间没有异味公厕的舒心，小到过马路不用以血肉之躯和车抢路的安心，小到走出家门就有湖光山色、随意奔跑的开心。过去的安宁，工业的辉煌助力经济的发展，铸就了云南省唯一的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如今的安宁，更希望在工业之都的水泥森林中，打造滇中高原上的工业花园城市，将绿水青山的梦想长久留存在这片扼守以西咽喉的唐川宝地上。开历史的烽烟，以西咽喉开启千里丝路，成就中华文明的伟大梦想。利用亿万年的宝藏，安宁井沿立即西南珠窜，夯实国家的繁荣与希望。碧鸡关下螳螂川旁，百里山川以你汉唐风光。曹溪寺内瑶岑楼上，文坛盛世留下百代文章。这里是滇中高原的心脏，实践着经济百强的辉煌，这也是水泥丛林的花园，守护着绿水青山的寄望。安宁，雄居要冲，心怀家邦。